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看到今天的行情，应该会自为自己鼓鼓掌。各位，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十月四号就已经跟你讲了，十月二号早就跟你说过，一定会形成三重底。各位，之后主升段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我都跟你讲过了。当今天大盘在大涨的时候，我很多的会员甚至打电话跟我讲，老师你真的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做三重底，你怎么知道开始主升段。哥，你记不记得当初在十月二号的时候，我当时在跟你讲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不大相信，因为当初在讲的时候已经这个大盘还没有整理完毕，没有整理完毕，我已经跟各位讲，我说你们真的要特别注意这个行情啊，它会形成一个主升段。当主升段的时候，各位，你要自己真的好好的把握一个大涨的一个格局。当时我记得很多人打电话到公司来，也留了很多的 LINE。 那当初我在讲的时候，其实各位大概平均十个人里面大概不相信的大概有七个人，因为那种氛围，那种行情，各位你看当初后面都没有出现，对不对？一路杀，到杀下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这个大盘最好形成一个三重底，三重底，然后开始主升段。没有几个人可以讲出来，我很少在电视上分析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我只要我讲，其实都会反应，只是你不懂而已。所以各位，三重底完成之后，各位大涨主升段，涨了四天。你现在一定会心里很……如果各位你手上真的都没有股票的人，你今天的心情一定非常的 blue， 非常闷。为什么？各位，行情涨了四天。那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，AI 在哪里，人气就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做来做去，其实各位，做到最后都是玩 AI 人工概念的股票。今天大盘之所以会大涨，也是 AI 啊。各位，你看我的侧标，我十月十一号我去放空四星赚105块，结果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买回四星吗？你看，各位我给你看，各位来，十月十一号的节目里面，我不是跟你讲，天哪，一档股票看台股。当初四星已经25180块的价差了，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十月十一号我是放空四星赚105块，我后来再买回，有没有？昨天买回的时候已经赚了40块，各位，到了今天已经变100块了。各位，我厉不厉害？我昨天放空四星赚105块，买回四星昨天是40块，今天一睡个觉起来我又赚100块，所以我打在侧标上。那各位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又买回尾影吗？1600吗？各位你看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，我拿手机给你看，各位你从头到尾你去验证一下，你去体会一下，真正能够帮你赚大钱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老师，你要好好把握一下。各位你看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各位这是昨天的，哥，这是昨天可以移动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讲买尾银1600附近？哥，你看，哥，你看今天，你如果真的敢买尾银，各位，昨天哦，昨天1600附近哦，你看昨天有没有来？昨天最低1590哦，哥，你敢买吗？我买了之后，哥，你看今天，马上让你赚多少？最高1695，赚了95块。我是昨天电视上就跟你讲。我是昨天电这个手机就已经秀给你看了，所以各位，我的尾盈又赚95块。各位，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你的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到底在哪里？如果你有勇气，你有霸气，你有行动力，各位，你真的会赚翻的，只是你敢不敢。就像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大盘会形成三重底，你有相信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形成三重底之后，各位就会喷出，各位就会主升段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所以各位，真的很多人没有办法，
你如果不是我的会员，我帮不了你，真的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各位，你再看看侧标，我昨天放空四星赚105块哦，买回四星赚100块哦，昨天买微影赚95块哦，到了今天，各位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今天四星出掉了，你注意看哦，各位今天的四星我出掉了，今天最高多少？2910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昨天2800买的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现在验证给你看，各位，我什么资料都不要拿，我就拿手机给你看就好。你看看，跟着我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喜欢陈立豪？各位，股票真的不要多。我除了四星让你赚大钱，微影让你赚大钱，我昨天也买回技嘉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技嘉昨天黑的呢，你敢买吗？今天大涨，你敢买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。这个昨天买伟银之外，哥，你看 这第二通，昨天两个字，另外3661四星2800附近，我们当初空单回补之后可以反买，有没有？可以反买2800反买哦，昨天哦，昨天买的哦，好各位，昨天我们买2800哦，各位，昨天收盘你看，昨天收盘收多少？你注意看，昨天收2770，那各位2800买的2770有没有成交？全部成交啊，全部成交，今天涨到哪里？今天涨到各位开盘2825，涨到2910。好，各位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一个真正厉害的老师，我做多我也赚钱，而且各位涨上来我还叫会员放空。你看，各位，你看看回到今天两个字，各位开始今天两个字，开始今天两个字，各位你看我讲什么？你看我讲什么？各位注意看哦。各位来，9:15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2900附近可以短线放空。各位早上9:15就在讲，9:152900可以放空。各位注意看哦，注意看，拉到哪里？拉到2900块，2900块，这是2910块哦。各位开始放空。各位杀到哪里？杀到最低2760。各位，你帮我鼓鼓掌好吗？你遇到这样的老师，你要珍惜他，做多也赚，放空也赚，真的，一档股票就够了，不用太多股票，赚翻了。更何况我们还有好几档股票，你看，各位你自己看一看。你从早上看电视看到晚上，你去看到哪一个老师能够像陈立豪一样买股票打在侧标上，放空股票也打在侧标上，对不对？而且实实在在给你看，手机也给你验证，你去看看哪一个老师做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当初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真的人啊，真的 你如果真的齁，我要怎么跟各位讲？我是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想要赚大钱，你可以来跟着陈立豪，听得懂吗？各位你看，10月12号，我们在昨天10月11号我们放空四星赚105嘛，结果再买回，昨天收盘是赚40块嘛。各位我想赚40块，各位第二次再买2800，到今天再赚100块，所以我打在侧标上，有没有？那另外各位你看哦，10月11号我买的这个尾银，各位你看哦，昨天10月11号最低还有打到1595呢，1595，昨天哦，昨天买再买回哦，昨天的图哦，勇气霸气行动力，各位你看到了，今天10月12号马上飙到1690。各位我今天还有兼放空，我只是没有讲而已，因为兼放空我赚了40块。各位做多昨天到今天极大值，各位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各位10张就好，你赚95万，100张赚950万。各位你相不相信我今天盘中还有放空一次，放空一次打到哪里？1650。各位我赚了40块，我没有写在侧标上，这个40块我没有写在侧标上哦。但是我给你看，我今天放空之后打回到哪里？11:15打回到1650。各位我又赚了40块，我做多赚了将近95块，放空也赚了40块。各位你听得懂意思吗？你知道做股票来龙要来回做价差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
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的老师，各位恭喜你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因为他非常的灵活。各位，我们再看，我手机刚刚给你看到了，我买回的四星 KY 到了今天获利赚100块，我兼放空。各位，我获利又100块，我现在赚100块是昨天买的哦，到今天哦，各位十张100万，讲十张就好，不要讲100张了，好不好？累计25280块。各位，我在昨天的时候是不是，你看哦，在昨天的时候是不是累积了25180块？各位，到了今天25280块。那各位，我出掉之后还兼放空哎，我出掉之后还兼放空，各位放空赚多少？赚了140块，我的天哪！我放空都赚140块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兼放空杀到2760，各位今天你如果跟着做就好，你连做多赚100块，放空又赚140块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已经累积25420块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帮我鼓鼓掌，真的，你遇到陈立豪真的是你的福气。各位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再来印证一下。各位注意看，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看昨天，我们先看昨天就好。你看看我是怎么样一个老师。各位，微盈我们是1600附近买，各位四星是2800附近买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有没有大涨？全部大涨。你看微盈，各位，今天的微盈涨到哪里？涨到1695，我赚了95块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四星 KY。3661四星 KY 今天冲到2910，我是不是赚了100块？是不是赚了100块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你会买股票，会出股票，你还会放空股票。各位，你看，所以我在这边，你看今天迈入今天之后，各位你看看，我全部带出哦。我带出之后，我讲什么？各位，等一下你再看，我带出之后我还在讲什么？你看今天两个字，有没有？3661的四星还可以短放空。有没有短放空？各位你看马上杀下来，出场之后放空马上赚100，赚140块，连放空都赚140块，你敢吗？而且各位，这个2000多块的股票成交量有3000多张，3000多张啊，3000多张啊，不是那个几百张的股票啊。各位你再看看这只股票2376技嘉，昨天杀下来你敢买吗？你看昨天，你看昨天杀下来一个长黑棒，所以最低杀到2740，对，274收盘是274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各位今天最高多少？289。那各位你看，我今天早上我找短线也带出了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287附近会员可以自行决定出场，274买到，275买到，276都有买到，买到280的也有，所以我把它算到最高价的，买到280。那你今天287，你再怎么样也赚7块嘛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所以各位真的，在做股票过程当中，我希望如果真的你在股市里面你赚不到钱，你可以来跟着陈立豪。各位，你看当初我在10月3号的节目里面，我当初就跟你讲，十月二号我告诉全国观众大盘会拉回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去空股票，空了两档股票，我当初还赚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空股票之后，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十月二号大盘会拉回，到十月四号我不是跟你讲它会做三重底吗？你看我整个大盘我都讲对了，你看当初你看看，我当初在这个地方，各位你看注意看呢、啊，十月二号之前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吗？我是就会拉回，十月二号是不是拉回两天？我是不是放空两天？两天打下来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最好要形成怎么样？当初这只的时候，后面都没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，它要形成三重底。各位，你看，果然形成三重底，打了三只脚。当初我不是跟你讲，三重底打完之后要做一个主升段。各位你看，涨四天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第一名的老师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啊。各位，你进入股市的重点是什么？你进入股市的重点是要在股市里面赚大钱，不是在那边听消息。你进入股市除了赚大钱之外，你不要在股市里面整天混吃等死，然后每天只要看到大盘在大涨的时候就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大盘在杀的时候你就不会买，
如果你是这样的做股票，你永远死在股市里面。你要跟着我一样，十月二号跟你讲会大盘会拉回，拉回两天，我放空两天大赚。拉回两天之后，我会跟你讲形成三重底之后，各位开始要上去了，结果大涨四天。我跟你讲的完全命中，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而已。你如果不愿意相信，阿爸没法多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其实它没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不愿意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真的愿意跟着我们做，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看看我们的股票，你看看我们进进出出，各位，你说我跟你讲过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。你如果资金有300万，要变成3000万，如果像这样的操作模式，各位不要讲说3000万了，或许5000万都有可能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而已。而且从头到尾我都还都在验证，我都从头到尾都拿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真的，各位真的绝对不是天方夜谭。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马上来电。而且各位我告诉你， AI 不会死啊！你看 AI 不管有没有拉回整理，我都跟你讲 AI 人气在哪里， AI 就在哪里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所以做来做去我都是做这些股票。那各位，你股票要多吗？股票不要多，你股票一多你就完蛋了，你死路一条啊！因为你找不到筹码，你分析不了筹码。因为我股票没有很多，所以我抓来抓去就抓筹码。各位，我的会员告诉我说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你真的好棒。为什么？能赚钱就好了，能赚大钱就好了，不用每天 在这找一些涨停板的股票，有意义吗？不用啊，涨不完涨不停，赚不完赚不停就好了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全国的观众，重点在筹码，知道吗？筹码战。所以各位，很多人啊看到 AI 弱一天就在讲 AI 完蛋了， AI 完蛋了，看到 AI 强一天就讲哦 AI 希望又来了， AI 希望就来了。各位，你干脆你就不要做好了，退出股市。你看哦，今天大盘大涨哦，又涨153点哦，成交量连3000亿都不到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多人还在观望啊，还在看啊，把就安尼看，安尼看，安尼看，你知无？啊，太没着急啊，啊，太没着急啊，永远在追高杀低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啊，啊，做梦啊，对不对？常常在做梦啊，做那个白日梦啊。做那个赚不到钱的梦啊。给我们是实实在在的，如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，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获利、啊、所以各位真的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啊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现在在盲点测试吗？各位你看哦，10月4号、10月5号盲点测试，10月7号盲点测试，10月11号到昨天盲点测试，到了今天凌晨美国股市一样盲点测试。哎，人家外国人还有三大法人看不懂方向，没有方向，我有方向，我很厉害，我很会做这种行情、啊、来回做价差，我一流的，短线当冲也可以，真的厉害吧？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的观众，我讲一句比较不中听的话好不好？你进入股市要赚大钱了，不要再听故事比赛，听得懂吗？你进入股市是真的，人家要跟人家比谁赚的比较多，要比谁赚的比较快。你在赚10000的时候你还高兴得不得了，人家已经在赚100000。当你在赚100000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在赚100万、赚1000万，你还在沾沾自喜什么？现在在比赚速度、啊、赚钱的速度跟快、啊、跟赚多少。所以各位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300万要变成3000万马上来电。但是各位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
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付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付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付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特工队，叫叫山花滑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的女儿！叫！大声呼救！叫！打电话求救！伸！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！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！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山抛滑！救溺无误，救力无波！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利豪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各位你看，我把所有怎么进股票、怎么出股票，以及股票的重点到底在哪里，其实我都会打在车标上。各位你看，我当初在10月2号的，这是10月3号的节目，对不对？我当初10月2号，我说我告诉全国观众，大盘会拉回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去放空了四星，也放空了微影，结果我都大赚。我说你有相信吗？好，各位，到了十月我放空之后，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会形成三重底吗？10月6号的节目里面，我当初在10月2号我就跟你讲会形成三重底，有没有？很多人不相信。那各位，我是不是又买回了一些股票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会形成三重底？那各位你看，形成三重底之后，各位大涨4天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如果真的不会做股票，你来跟着陈立豪。其实很多的投顾老师，很多的一些座谈会的老师，座谈会的贵宾，其实他们是不懂股票的，真的听得懂吗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真的是看行情在讲的，那谁都会讲。各位，如果你连这个4天大涨你都没赚到钱，我奉劝你就不要再乱追股票了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短线上已经涨了4天了，纵使明天开高上去，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就很重要了。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真的很重要，听得懂吗？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如果能够，它是如果是开高走低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的股市明天哦，今天去追高的人明天搞不好就死路一条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乱追股票，不要带着钢盔往前冲，你要来回去做价差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来回做价差。所以很多股票你看三重底，当初往下杀，杀了4天，我跟你们讲差不多了，然后开始做多，做多之后10月2号跟你讲会拉回，拉回2天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打第三只脚，打完之后各位开始主升段涨了4天。所以我该讲的我都讲完了，我已经跟你说了。所以当初10月2号我说全国，我跟观众讲大盘会拉回，结果各位你看拉回2天不是吗？
拉回两天之后，我又跟各位讲要买回股票，我说会形成三重底，那时候也是在10月2号那时候跟你讲会形成三重底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明天去找袋子，我去捡袋子出来给你看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跟你讲说形成三重底之后会长一个主升段，听得懂吗？到时候你帮我鼓鼓掌就好，因为我太厉害了。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各位赚钱不等人，自己好好的把握，选择一个好的老师，我自我推荐，好吗？那祝大家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